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48面第三行啊，从经文看起。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这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参访供养闻法啊，这个两首偈讲到供养啊，我们看注解啊，首言一开头这就说东方恒沙世界，世界之多无法形容，用恒河沙来做比喻啊。印度有一条大河，像中国长江一样啊，有几千里长，恒河的沙很细啊，跟我们这边沙不一样，像面粉一样啊。我没去过，在台湾呢，有一些法师到印度啊去参观旅游，回来的时候带一小瓶恒河沙给我看，确实像面粉一样，真细啊。那这一条恒河有多少沙数？数不清呐！啊，这是比喻东方世界。啊，有这么多的佛刹。啊，每一尊佛，他的教区至少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像释迦牟尼佛是为我们示现的。他的教区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三千世界多大呢？啊，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佛在经里面常讲，以一个须弥山为单位，围绕着须弥山的这些星球。这就是一个单位世界啊。那么像这样的单位世界有一千个，这称为小千世界啊，一千个，这就是一个大星系了。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即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之为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啊，集合一千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啊，这是一个佛的教化区，啊，一尊佛，啊，因为它有小千、中千、大千，啊，这是讲它的构成、组织成，
称为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啊，一个大千世界它是由三千组成的。啊，那这里有多少星球呢？老一辈的这些老法师啊，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出家，听老和尚讲经，都以为是太阳系啊，太阳系是个单位世界啊。那我们对这个事情也无法去追究啊。我认识黄念藻老居士之后，这个老居士学科学的，在大学里头教无线电啊，所以他告诉我，他说实际上这一个单位世界不是太阳系。你想想看，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太阳这个日月是围绕须弥山的腰啊，须弥山的中间来这个运行围绕的。从那现在太阳系围绕的是银河系啊，这讲得很有道理。银河系的中心现在科学家探测到是一个很大的黑洞啊，玛雅预言说明年呢就是银河对齐啊，这个天象也是很不容易遇到的。银河的中心黑洞跟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大概是两万多年才有一次啊。这一次我们遇到了，就明年啊。这个银河当中的黑洞引力非常大，所以就他们现在就是怕这个灾难啊。这一个黑洞的引力会影响太阳啊，会把太阳的风暴啊提升，就提高了啊。太阳风暴这个是许多年前就知道了，在中国上古时代史记里头都讲到这个黑子，太阳黑子啊。太阳黑子其实就是太阳的风暴啊。那么它有周期性，每十一年呢是一个周期性，我们看到一次这个太阳风暴啊，大风暴。这个风暴到达地球大概要三天啊，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对地球影响不大啊，顶多这个无线电波通信的时候受一点干扰啊。可是有一次，这个天文学家有记载，有一次，曾经有一次是半个小时就到了啊，那这个速度太可怕了啊。确实有这么一次记载啊，半个多小时到达啊。如果银河系黑洞的这个引力太大，会把这个太阳风暴啊提升到好几倍啊，那个麻烦就大了啊，那对地球会造成灾害了啊。首先科学家知道地球上发射的人造卫星全部摧毁啊，那么就是我们的电信就受干扰了。另外就是怕什么？怕干扰地球的轨道啊，干扰磁极，就是南北极的磁场，怕干扰这个东西是个，那给地球就带来很大的灾难啊。所以玛雅预言呢
他就是讲这个问题啊。那么这是不是会造真正造成这个这么大的灾难呢？科学家他们的态度可以说是一半一半的，一半人认为会有严重灾难，一半人认为灾难是有，不至于有很重大的伤害啊，有这么两种说法啊，到底哪一个正确呢？要到明年11月才能证明啊，真的到这一天了我们就知道了啊。可是这个事情从美国这个电影2012的电影，我是几十年没看过电影，也没过看过电视啊。前年在这个高雄治牙齿啊，正好那边播放这个影片，好像是全球联播啊，我们的晋中同学20多个人呢拉着我一道去看，我看完之后我就告诉大家，我说上天的警告，我说绝不是偶然啊，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普通的电影来看，这是一个警告啊，我们从今天起要认真努力念佛，提升自己的境界啊，真的如果是众生共业，我们也不能够避免，我们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好事情啊，不是坏事情啊。啊，如果我们寿命还有还不该走，这灾难来了，我们晓得人不会灭绝啊，总还有人留在世间啊，那我们受一点苦难就是了啊，大概也能够平安度过，没事啊。所以总而言之，像美国布莱登所说的，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啊，用这种心态行持来应对这个事情是非常合理的啊。所谓端正心念呢，让我们起心动念与伦理相应，与道德相应，这是正确的啊。在佛法里面讲，起心动念呢，与摄善业道相应，与六合敬相应啊，与六度摄愿相应，这是最好的，不但灾难能够化解啊，而且能把地球带向更好的方向。啊，美国布莱登这个说法，跟我们传统文化老祖宗讲的，跟佛法所说的完全相吻合。啊，那么这也是一次科学对于佛经上讲的应付灾难心态的一个证明。啊，一定要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呐！啊，一定要认真忏悔，啊，改过自新。这个心理决定影响物理，因为心念是所有一切物质的基础。啊，物质从哪里来？从心念变现出来。啊，所以心念可以影响啊物理啊，这个是理论上的依据啊。
啊，昨天晚上很难得，这边的同修啊，让我们看一个光碟。这个光碟是说日本叫大地震，我看那个题目是日本陆沉沉到海底，啊，这个很普遍了，啊，大家都看过，我第一次看过，啊，那么这种情形呢，跟这个美国2012的电影很类似，啊，很类似。有没有方法化解呢？有。啊，只要真正铲除业障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了，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铲除业障。日本的灾难，纵然不能化解，也大幅度地降轻了。啊，九级的地震会变成五级，五六级的地震会变成三级，啊，会大幅度地减轻，啊，这个地方安全绝对没有问题，啊，所以一定要懂得改过自新，啊，灾难不是别的，是我们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所感应到的，啊，这是佛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非常透彻，啊，东京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也说明这个道理，啊，他做了十几年了。啊，我两次参观他的实验室，啊，听他做的这个实验报告，证明了佛经上所说的精神跟物质是一体，这是佛经上讲的，它不是两回事，它是一回事。啊，水是物质，啊，试验证明了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我们以善念对他，啊，你看他试验，让谁洁净那个图案非常之美。以不善的念头对他，他那个反应的图案就很难看，很丑陋。啊，试验了几十万次，确实证明谁会看会听懂得人意思。啊，我告诉江本博士，这佛经上说的不单是水，所有的物质啊，一根汗毛，一粒尘沙，他都会看，会听，他都懂人意思。啊，他感到很惊讶。啊，我说你做这个水试验就证明了。啊，你用其他东西做实验的时候，一样可以能看得出来。啊，那我们就明白了，啊，这个地球上发生这些灾难，这都是物质现象啊，物理现象啊，啊，现在科学家是证明出来了，物质现象的基础是心念，啊，也就是说，物质是心念累积产生的幻象，物质不是真的。啊，所以物质跟意念永远在一起，意念是精神现象。啊，精神能够改变物质，物质不能改变精神。啊，
精神可以改变物质。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球没有两样啊。啊，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极乐世界的居民心地善良。那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心地不善，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十善六合。啊，这两个一对比就晓得了。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遵守祖宗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啊，因此我们就明白，宇宙之间有没有自然灾害？没有，自然是美好的，自然是健康的，自然是圆满的，哪有灾害呢？啊，那我们今天是因为违背了自然，一个错误观念，是人定胜天。啊，这个错误的观念的时候，造成今天的结果。啊，实际上人定胜天，古人讲的没错啊。现在人把它解读错误了，人一定会胜天，这个解释错误。古人讲人定下来，你修禅定，定下来之后，你就能够胜天。是这么个意思啊？真的吗？真的，人要真是定下来的时候，可以指挥太空当中星球往哪里走，有这种能力啊！定下来是真心的，而不定是妄心的。妄心怎么能够胜过自然？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这一句话解读错误，啊，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啊，这不能不知道啊。啊，人一定要把恶业放下。啊，这个恶业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无欲六尘，七情无欲，这东西啊！啊，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贪嗔痴慢都没有啊！自信里面只有智慧、德能、相好。啊，释迦牟尼佛一成道的时候，一开悟的时候，头一句就说这个话。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说的第一句话了。这他看到了。那我们自信里头没有这些拉萨染污的东西，没有啊！啊，真心永远清净，永远平等，永远觉悟。那我们经题上面清净平等觉，那我们真心呢？啊，由自私自利就不清净了，啊，由贪嗔痴慢疑不清净了。啊，有功高我慢就不平等了。啊，有好恶有高下，平等心就失掉了。啊，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把它放弃掉，把
真心找回来。啊，那么世间人可以说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也不分信仰，没有不贪财的，没有不要聪明智慧的，啊，没有不要健康长寿的，那这三个东西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殊不知这三样东西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无量的智慧是你所求的有了圆满的智慧啊，你想要财富，财富就是相好圆满具足，自信里头都有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说，不认真学佛了，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天上人间不能相比。啊，真正求富贵的到佛门里面来求，佛门里头不求六道的富贵，六道富贵是假的，不求十法界，十法界也不是真的。啊，他求什么富贵啊？一真法界的富贵。啊，得到之后永远不会失掉。啊，得到的寿命是无量寿。啊，真正真得不生不灭。啊，不但这个时间找不到，十法界之都找不到。啊，是你自性本有的。啊，那眼前的呢？眼前我们迷了，迷失了自性，所以这三样东西都必须去修。啊，怎么个修法？佛教导我们。啊，财布施是因呐，得财富是果报啊。你修因，你一定会证得果报。啊，这个世间拥有大财富的人，啊，几百亿、几千亿，甚至于几万亿的人，他命中有那么大的财库。啊，这个财库从哪来的？过去生中修财布施，啊，一般讲的百亿以上的财富，差不多要修十辈子十生呢，我叫十世，啊，十世的财布施。你就能得百亿以上的财富啊，是修来的。那我们这命中没有财富，过去没不肯布施嘛？你懂得这个道理才行啊！啊，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呐。啊，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啊，无为布施里头第一个就是素食。为什么呢？不杀生。啊，不伤害众生的生命，这是属于无为布施啊，果报健康长寿。啊，你肯修这三种因，你就会得三种果报。啊，我给同学们讲的很多次，我本身是个例子。啊，我这三种福报都没有。
啊，年轻的时候，老人给我算命，我的财库是空空如也，命里头没有财，啊，也没有地位，啊，换句话是什么命呢？一般人讲乞丐的命，啊，真的是苦不堪言呐。也没有寿命，啊，寿命只有45岁。我不求寿命，啊，就把寿命认定了，啊，世纪世寿只有45岁，所以认真努力念佛求往生。啊，45岁那一年还一场病，啊，一个月就恢复好了。啊，一生没生过病。啊，没有进过医院。啊，怎么好的呢？念佛好的。啊，那一年生病，我不看医生，不吃药。学佛已经26岁开始学佛。啊，学了不少年了，懂得一点道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寿命到了，啊，找医生没用，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了一个月，身体好了，恢复了。啊，重复再讲解。我33岁出家，出家就开始讲解。啊，所以到45岁的时候，我讲经讲了12年了。啊，遇到甘珠和佛，甘珠和佛告诉我，啊，他说我们在背后啊都说你，我说说我什么？说你这个人他挺聪明，可惜呀，短命又没有福报。哦，我笑了笑，我说这个当面可以谈，我说我不忌讳，我自己很清楚。啊，他说你这么多年来弘法利身的，你的命运完全转了，你的寿命很长很长，啊，你的福报很大。他说你全转了啊，甘珠和佛第二年就往生了啊，这是密宗的一个大德啊，我们也是老朋友，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啊，大我10几岁啊，可能他说的话也没说错。啊，我一生就是干一桩事情，讲经教学。我不没有建寺庙，我也没有收出家徒众。啊，这个诸位同修啊，必须要知道。啊，那么有物质辈的这些法师们，啊，是当年在华藏图书馆，那时候馆长是韩延居士，他收的，是他的徒弟，不是我的徒弟。你们不相信，问问韩馆长在世的时候，这些人听馆长的话，不听我的。啊，大师兄是悟本呢，在大拉寺的时候，有人问悟本法师：“你是不是净空法师徒弟？”摇头，不是，是馆长的徒弟。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从出家
就学印光法师，这是李老师教给我的。啊，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法师的学生，啊，在家弟子。李老师教我，当时告诉我，我只能教你五年。他很谦虚啊，啊，说他的能力只可以教我五年。那五年之后我到哪学了？他就告诉我，你学印光法师，印光法师不在世了，文钞在。啊，所以第二天，他老人家把印光法师文钞，那时候四册，只有正篇两册，续篇两册。这四册书送给我，告诉我，你天天读，依教奉行，你就是印光大师的弟子。啊，印光大师一生不收出家徒弟，不盖庙，不做住持，不做当家。啊，一生所有四众供养全部做法布施。啊，他创办了一个弘化社，啊，就是印经处弘化社，在苏州报国寺。啊，一切钱通通拿去印经布施。我走他这个路子，各地方发生了灾难了，旱灾水灾了，老和尚会在印经款项里面拨一点钱去救灾。啊，那是附带的。啊，我这一生呢，走老和尚的路啊。啊，有人要来找我，跟我出家，我说你们到别的地方出家。跟我在一起学习，我欢迎你。啊，我不收出家徒弟。啊，为什么不收呢？我们有庙，我收了没地方住啊。我一个人到处东走西走，我也不晓得我在哪里。啊，你没有办法跟着我跑啊。啊，你跟着我跑到国外，你拿不到签证啊。啊，我在国外跑了这么多年还很不错，佛菩萨保佑，每个国家都欢迎我。啊，这个地方水库先生给我写信，希望我常住日本。啊，所以真正能放得下了，你的心才清净。啊，对这个世界，什么都不要染着。啊，最近这个十年，现在也放下了。啊，住在澳洲。啊，遇到911的事情。啊，澳洲的两个大学校长找我。希望我能够帮助联合国啊，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是好事情啊，这是佛弟子应该做的，没有缘不去找事，有这个缘他来找我，那我就不能够推卸啊，所以学校聘请我做教授，啊，赠送我博士学位，我说我要这个东西没用处啊。他说不行啊，我说什么不行啊？他说联合国邀请的这些与会的会友啊，都是专家学者，他不邀请和尚啊。
那所以和尚要有博士学位，要有大学教授身份就可以了，啊，这样子勉强才接受。啊，所以我有3个博士学位，也有好几家大学教授头衔，啊，这是参加联合国，参加十几次的会议，2次在日本，啊，就在冈山开的，就这个地方过去我来过2次。啊，那么我们把中国古圣先贤、佛菩萨所讲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道理，都做出详细报告了。啊，能不能做得到呢？难，太难，太难了。啊，大家听到都欢喜，但是没有一个不怀疑，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叫信心危机。啊，我就退出了。啊，今年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啊，我就不参加了。啊，开幕的那一天，正好我在吉隆坡碰上了，啊，他们临时邀请我参加晚宴，啊，这个欢迎的各国代表。啊，给我半个小时在晚宴上讲话。啊，第二天我就离开吉隆坡了。啊，所以往后，无论是哪个国家地区，请我参加任何活动，我都不会去。请我讲经可以。啊，因为我讲经不中断，每天4个小时。啊，像这一边，他把摄影棚建立了。网站建好了，每一天4小时，啊，这个在全世界各地和各地的同修，啊，道友都能在一起学习，这个可以。那没有这个设备的话，我就不能去了。啊，所以跟在我身边这些人，啊，特别这些乌兹别。啊，这些人是不是有真修行呢？有道德？我不敢讲啊。啊，诸位学佛要学智慧，有智慧的人看人像孔老夫子一样，听其言而观其行。啊，不要认为是在我身边，那你就迷信了，你就盲从了，你上当可不能怪我。我的话讲得很清楚，不只讲一遍，讲很多遍了。啊，听其言而观其行啊。那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一起学，有没有真成就的？有，告诉你。真成就的人跟我没见过面，啊，现在见面只有2个，告诉你，一个胡小林，一个刘素云，这2个真有成就，不在我身边，啊，都是在家居士。啊，那么跟我没有见面的，还没有联系上的，我知道有。啊，很可能还有几个。啊，但是在我身边周围的，无论在家出家，我一个都没看到。所以我对道场一点兴趣都没有。啊，在这晚年了，在澳洲建立净宗学会10年了，啊，今年10月要举行一个10周年纪念。我原本想的纪念什么啊？一个成就都没有，
有什么好纪念的？哎，难得我这一次到这个澳洲啊，那碰到一桩事情。我们学院门口有两棵枇杷树，树神念佛往生了。看，人没有成就，树神成就。这两个树神十年，啊，他就在我们道场门口嘛，听经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去了，托梦给我们道场里面的出家人，啊，托梦给他告诉我，啊，所以我第二天给树神正式做了皈依，啊，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哎，鬼神成就了，人没成就啊，人不如鬼神啊。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迷信。啊，我每天讲经还讲得很起劲，讲得很快乐，那是什么呢？真有听懂的，真有得受用的，可是不是我身边的人，我身边的人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心浮气躁啊，还是搞自私自利，还是搞名闻利养，没放下啊。多听也好，这累积一点善根嘛。啊，那么现在讲的经是越讲越清楚了，越讲越明白了。啊，真正听懂了，真干，啊，所以成功的人秘诀是六个字。刘素云说的，其实刘素云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人都是这个条件，没有例外的。第一个是老实。第二个是听话，听谁的话？听佛的话。经典里面字字句句他都相信，他一教奉行，他听话啊，不是听我的话啊，听佛菩萨的话。第三个真干啊，他听懂了的，他确确实实落实，他真做到啊，啊，所以他成功了。啊，所以我现在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为什么？后继有人了。那后继没有人啊，我不能去啊。我现在后继有人了。啊，我随时可以走啊，我很快乐。啊，一点忧虑都没有啊。啊，后继无人，那是担心。啊。后继有人啊，尤其是这一部《无量寿经》这个法门，希望乘船的人越多越好啊！为什么？这是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真正有缘人遇到啊，具备这三个条件：老实、好学、真干啊，这听话、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功啊，没有一个不成佛啊。最重要关键还是放得下啊，放不下就不行了，就没法子了。真正放得下，就一定成就。
那么这是说这些大乘菩萨之多，每一个世界有多少菩萨，菩萨也算不清了。念老告诉我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亿个银河系，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乘一千是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再一个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万亿。这十万亿这么大的范围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佛在哪里？无处不在呀，无时不在呀。这是一尊佛国土，像这样的佛国土，恒河沙数，你说有多少？数不清，数不尽呐。每一个世界有多少菩萨？有多少小大乘的？地球在这个银河系里是很小的星球啊，不大了。这个星球里面的人与佛确实有很深的缘分。感得释迦牟尼佛以佛的身份到这个世界上来说法度僧。佛教传到中国这两千年。两千年当中，这一些老实人、听话的人、真干的人，我一点都不怀疑，数目是肯定超过三千人。这是什么？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六祖慧能是一个特殊的、特例，不认识字，顿时顿悟顿证的一个特例。那么从见修、见悟、见证的人多。你看禅宗五灯会员里头1700人，仅得传灯录。教下的、大开元解的，跟他们境界都是平等的。决定超过3000人呐。就是说，到达明心见性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的。如果把净土放进去，我相信在中国这2000年当中，应该有10万人。净宗法门确实万修万人学，这特别法门呐！三辈往生，上辈、中辈、下辈，2000年来，不到10万也能够接近10万，有这个数字。所以这个法门呢，无比殊胜呢。那么这些菩萨，行至极乐，他们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来？他们的老师，诸佛如来，劝导他，鼓励他到极乐世界去参访去。去看看极乐世界，去听听阿弥陀佛的教诲，这都去了。到极乐世界，增长福慧，
啊，这离经无量寿佛啊，这底下四个字非常重要，沉浸之心，同意沉浸之心呐。啊，印光大师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对佛要沉浸，对人呢一样要沉浸，对事对物。啊，从今而后啊，习性更灭呢，把从前旧的一些坏习惯统统放下，重新做人，做一个沉静的人。啊，沉静是什么？沉静是真人，沉静就是菩萨。啊，至诚恭敬啊！啊，用沉静心过生活，你的生活美满，你的生活幸福。啊，幸福美满与富贵不相干，两回事情。啊，大富大贵不一定幸福，但是沉静的人。即使是贫贱，他很幸福，他很快乐。啊，沉静两个字一定要抓住，不但是成佛的根本呐，世间事业，啊，一切这个世间功名成就也都靠沉静。啊，确实，一分沉浸呢，一分成就。啊，没有沉浸，事业做得再好，不能持久啊。啊，最后还是衰败了。啊，能持久多少年，那就看你的后代有没有沉浸心。啊，所以中国古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这个后不是子孙多，子孙里头有没有沉浸的人，有没有能够继承你的事业，继承你的家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世世代代都有，你的家就不会衰。啊，所以对于后代的教育，中国人是把它摆在人生第一桩大事，就是把小孩教好。啊，其他的都是第二、第三呐。第一桩大事要把孩子教好。啊，孩子将来有能力继承家道，继承家学，继承家业。啊，所以荣宗耀祖，广大门楣，一代比一代兴盛兴旺啊！啊，全靠沉浸两个字。啊，我们做人，一生做人能够成功。不学佛的人，他将来是升天，他是做天神去了。啊，学佛的人，决定明心见性，决定成佛做主，这成功了。啊，没有沉浸的人，事业做得再大，可能犯的过失就越多。国报多半在三途，那就错了，大错特错了。
啊，诚敬心去拜佛，啊，拜佛，总得要送一点礼物嘛，这人情一样嘛，啊，对佛恭敬也要送一点礼物，你看奉献种种珍贵微妙殊胜贡品，这贡品的礼物。啊，他们这些礼物从哪里来的？是他们自己智慧、德行、神通自然变现出来的。这是真正的奉献啊，不是从外面取来的。外面取来的是假的，那是不恭敬的。啊，所以我们对人送礼物，啊，什么东西是最恭敬的？当地出产的东西，最恭敬的。啊，到外面买的东西去送人，这是大不敬。那表示什么？你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啊，从外头来的。啊，这个要知道。啊，再不好看，是我当地出产。啊，这代表诚敬。啊，所以菩萨是他自己修行的道理，自然变现出来的。啊，所以香花、传方、宝盖这一类，啊，不需要设计，也不需要制造，啊，是自己真正修行功德的成就，用这个。来做贡品啊，如魏译《华严经》，魏译就是康僧铠翻译的本子啊，过激天妙华，宝相无价意啊，等等，是为财供养啊。每个人奉献的是什么？是花啊，以花来供养。花都是变化出来的啊，宝相啊，宝相是自己修行功德所成就的啊，这个就叫以修行供养，修行的成果供养。啊，一切变化都是自己修行的成果，就像极乐世界一样。啊，极乐世界怎么来的？阿弥陀佛48愿功德的成就。啊，48愿我们也能发了，我们变不出极乐世界出来，我们虽发愿没功德。啊，人家发了愿。你看用多长的时间，5劫时间修行，48愿愿愿都兑现了，所以极乐世界就自然成就了。啊，极乐世界在哪里？你不要怀疑，极乐世界是西方。我们现在坐飞机往西方坐，坐了20个钟点又回来了，哪里是西方啊？要知道“西方”这个字的意思很深。啊，是叫你在心啊专注在一个方向，就是前面3辈往生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佛指定一个方向，你就照这个方向去，不要怀疑。啊，其实西方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西方。阿弥陀佛是个信号，这个信号跟阿弥陀佛有联系。啊，无论你在哪里，你心里念阿弥陀佛，这个信号就通了，就接通了。啊，到时候阿弥陀佛现身来迎接你，带你一道去，绝对不会迷失方向。啊，你也用不着去找，啊，哪个地方是西方，哪个星球是极乐世界，全不要去理会，只把信号抓住就好了。啊，决定不可以怀疑，啊，深信不疑，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佛号怎么念法？只要心真诚、诚信就行了。啊，有人是念阿弥陀佛，有人念阿弥陀佛，啊，到底哪个音正确不正确不要紧，啊，最重要是心，心里面真有佛。这个热线就通了，啊，就没问题了，啊，心里头有怀疑，啊，心里头有妄念，那就有障碍了，就不通了。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些都是属于庄严句，啊，香华。这个一里头包含着床幡宝盖，啊，一不是我们中国人穿的这个一，中国人穿的都是裁缝剪好了的，啊，这个一是印度人穿的一，就是一块布裹在身上。啊，我们今天这个一啊，这个叫一，啊，这一叫一，啊，这叫袈裟，啊，袈裟是什么意思呢？杂色，啊，红黄蓝白黑叫正色，五色叫正色，五种颜色染在一起，这叫袈裟，就这一种颜色里头，五种颜色全都，通通在里面。啊，这个里面盖成这一格一格，它是表法的。啊，表法的，代表今天所讲的多元文化。每一格代表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在一体，取这个意思。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这种缝制的方法也非常妙。嗯，你看它这个缝制了，这个长这一边呢，这是一半，啊，实际上是它这个是再延长下去，这就裁的成重重无尽，啊，它没有边际的，表这个意思。啊，变法界虚空界没有边际的，啊，所以啊。大家也懂得意思啊，啊，心包太虚，两周杀界，这一代表这个。啊，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体，这是真的。啊，一家还疏远了一体。啊，这佛、化身菩萨都入这个境界，都知道。啊，所以任何一个众生有困难、有灾难的时候，菩萨没有不援手的，没有不全心全力来协助的。啊，能帮助多少
那个问题不是菩萨，是你自己能接受多少。你不能接受，那就没法子了。你自己欢喜接受，你得到的利益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这是属于财供养。奉诸真妙供啊。下面有三首半的偈子是法供养。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法。财供养是表示自己的意思，自己一点敬意表这个。真正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如法修行供养。佛菩萨所教导我们，我们真听明白了，懂了，我们真干了，这就是真供养。这是供养是最重要的核心。我们看这三首偈常发何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这个十八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记乃上书诸菩萨以歌颂赞叹彼佛及国土，从中而出，故曰常法。其音何雅？故曰何雅音。这个三首半的偈颂是赞叹阿弥陀佛以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持功德的成就。它不是建造的，不是有设计，不是有建造，自然成就的。这种事情在我们这个世界也有，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这么成就的。要不搞清楚，我们总会怀疑。真搞清楚之后，才知道阿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太伟大了。我们那个尊重敬仰之心就生出来。我们这个世间有地狱，地狱在哪里？一般人看不见。为什么？地狱不是人造的，不是人设计的。我初学佛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居士，朱金洲老居士，在台湾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是张太炎的女婿。
啊，那像我们这种年纪提起章太炎都知道，民国初年中国的国学大师啊，在国内很有名望啊。啊，我跟朱老认识的时候，那一年我刚学佛，26岁。啊，朱老那一年69岁，差1岁70岁。他大我39岁，看我是孙子辈的小朋友啊。他是学科学的，抗战期间，他做过四川、青海税务局的局长。抗战胜利之后，他是浙江人，温州的，做过浙江财政厅厅长。啊，37、8年吧，他跟政府到台湾。啊，我刚刚学佛就有一个朋友介绍，因为他也是印光法师的弟子，跟李老师同学。啊，那么对于年轻人学佛，他就很喜欢。他的故事很多，全是亲身经历的。啊，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三桩事情，他跟我讲的。第一桩就是他的岳父章太炎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判官地位很高，像秘书长一样。东岳大帝管5个省，6个省。这6个省里头人生死啊，都归他管，判官地位很高，应该是判官，恐怕有事，离开了，他就代理，啊，代理1个多月，很辛苦啊，白天要上班办公做事情，晚上要到轨道里去上班，这到晚上，就有2个小鬼，他是抬轿子。迎接他，坐在家门口，啊，上轿之后，就好像在空中飞行一样，啊，不像是在地上走，啊，时间很短就到达东岳大帝的这个庙，啊，那他办公地方、上班地方，啊，他也常常啊，把晚上在轨道里面上班的事情，给这些好朋友常常在一起的人聊天呢，谈这个事情。啊，有一次他是虔诚佛教徒，向东岳大帝建议，这个炮烙的刑罚，这很不人道啊，能不能把它废除？炮烙是铜柱子，把它烧红了。这个犯罪的人的时候就抱这个铜柱，啊，那一抱的时候，整个身体都烧焦焦了，啊，那就像烧烤一样啊，就是那种刑罚了，非常之可怜，能不能废除？这东岳大帝就派了2个小鬼，带着他，你先到刑场去看看，回来再说。啊，小鬼带他去了，他跟着2个小鬼一起去了。到刑场，小鬼指出到了，他看不见。于是忽然就想到，佛经上所说的业力的变现，你没有这个业力，就不会有这个境界。不是阎罗王造的，
啊，不是阎罗王设这个地狱，所有地狱都不是的，是你自己罪业变现出来的境界。那么我们就明白了，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无界修行功德变现的境界，不是造的，没人设计，也没人去建造啊。啊，这也是佛经上一句话说：“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你不善的念头，感不善的果报。啊，不是人造的，与什么人都不相干，与佛菩萨不相干，与上帝不相干，啊，与鬼神、与阎罗王同不相干，自作自受啊！啊，他才恍然大悟，以后再不问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就像我们做梦一样，那梦是从哪来的？谁给你设计的？啊，谁给你这个教导的？没有，都是自己业力变现。啊，所以我们做梦，梦醒之后，好好想一想。啊，慢慢的，佛经上讲这个道理，你就能悟出来了。啊，这个理很深，佛经上有，我们还没学到，很深的道理。啊，其实念头，有些念头自己知道，有些念头自己不知道。啊，单单讲这个念头，我们的概念也非常含糊。啊，所以佛在《菩萨处胎经》里面问弥勒菩萨，他们一问一答，就是说给我们听的。啊，佛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我们心里就动了一个念头。这是我们凡人呢，心动一个念头啊。佛问弥勒菩萨，这一念里头有几念？啊，几念就有几个念组成这一个念头？那我们没想到啊，一个念头不就一个念头吗？一个念头里头还有几念，有几相，相是现象，有几时，啊，佛问了这么一句话：心有所念，啊，一般凡夫，这里头有一个，这一个念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啊，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这一弹指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八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里头有320兆个细念组成这一念，啊，我们讲动个念头。是以32亿的细念才成这一念，是念念成形，那个相就是形状，就是物质现象。啊，每一个这个细念呢，都有物质现象，形皆有识，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精神现象，啊，换一句话说，物质跟精神是融合在一起的，永远不能分。啊，今天讲唯物唯心都错了，心物是一体，不能分开。
而且发生的顺序呢，是先有精神现象，后有物质现象。啊，我们读了这部经之后，才把天天念的那个心经《照见五蕴皆空》搞清楚了。啊，五蕴皆空看了很多注解都没注清楚啊。啊，我们只知道啊，色受想行识啊，啊，色是什么？色是我们的身体，这色身呐、啊，啊，受是感受啊，想是思想啊，啊，行是相续不断呐、啊，啊，识是阿赖耶，我们都是这样讲法，都是这样，这不是的呀。原来的时候，无蕴是讲什么呢？无蕴就是现在量子学家就讲量子，就小光子，啊，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那个一个系列，一个系列是一弹指有320兆个系列。你看一弹指，啊，现在科学这个时间单位都用秒，那我们一秒能弹几次？啊，我相信弹得快的人可以弹5次，啊，那5×320兆，1600兆，一秒钟，一秒钟有1600兆的信念，那个里头的一念，那个一念呢，具足了色受想行识，观世音菩萨照见的，他时间太短了。无蕴皆空啊！啊，我们无法想象啊，因为你才动一个念头，不知道多少个心念过去了。啊，每一念都不可得，都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肉眼所看到的现象，都是这种细念的相续相，实际就像看电影、看电视一样。啊，这个画面它都在动。啊，电影我们很清楚。啊，我这个地方是从前这个电影的底片。啊，就是幻灯片的。啊，放在电影机里面放映。啊，1秒钟24张。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就好像是真的嘞。哎，1秒钟才24张。现在告诉你，我们现实环境1秒钟多少张呢？1600兆。所以你不知道是假的。啊，电影上1秒钟24张，我们已经就以为它很逼真了。啊，其实我们今天的境界，啊，这个肉眼看到的境界。佛告诉我们，1秒钟1600兆。每一个念头都不一样。就跟电影这个底片一样，没有一张是相同。相似不完全相同。所以这种现象是相似相续相。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啊，这个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啊，我们总是搞明白了。啊，这么多年来，这个都没搞清楚，自己以为清楚了。啊，这是我们读经太少啊！啊，没有留意到这些问题。这叫诸法实相，啊，事实真相啊！啊，那么这样微细的这个现象，居然被今天科学家所发现，
我们不能不佩服，不能不赞叹呐、啊！啊，德国。这个科学家啊，专门研究物理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普朗克，爱因斯坦的老师啊，他就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把物质的根源找出来。原来物质是心念变现出的幻象，跟佛讲的一样。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啊，但是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他没说出来。他说极快的速度啊，很高的频率，振动的频率，极快的速度。弥勒菩萨把它说出一秒钟1600兆，就它振动的频率啊，一秒钟是160兆，一百对。单位是兆啊，1600兆一秒钟啊，所以它是假的，不是真的。那精神现象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物质是知道了，它怎么来的了？那精神从哪里来的呢？他说了一句话也很有味道，这精神六现象无中生有。说得很好啊，很难得了。那在佛法里面，精神现象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那自性他找不到了。科学跟哲学都必须有对象，他才能研究啊。就是哲学他也有抽象的这个对象，自然现象的对象，那离开这个他也没办法了啊。现在我们晓得自性清净心就是我们的本性，本性里头没有物质，没有精神，也没有自然现象啊。这就是科学跟哲学它有极限，它打最后这一关它没法子突破啊。最后这一关要佛法，佛教我们怎么突破呢？为正方知，只有你正得了，你就知道了。怎么正得呢？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了。你只一放下，马上就见到了。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现的。菩提树下入定，放下了就见到了。啊，慧能大师跟我们表现的，啊，放下他也见到了。啊，释迦牟尼佛放下了，给我们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细数，啊，放下之后的境界。那慧能大师放下了，是略说，说了5句话。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能大师的这个5句话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浓缩起来就是这5句，是一不是二。啊，都是明心见性的报告。
这才叫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放下就清楚了，就明白了。啊，佛法修行的功夫，诀窍就是这。真用功的人，就是懂得运用这个方法。啊，看破是明了，明了之后你就得放下，放下帮助你更明了。所以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再看破。啊，一直达到究竟圆满。啊，这是我跟张家大师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他教我的。啊，凡夫之所以不能成就，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情执太深。啊，名闻利养还容易放下，情执太难了，这个东西害死人了。所有修行人不能成就，都被他害了，不知道情执是假的。啊，不知道情执不放下的时候，是决定解决不了问题的。你爱你的亲人，你死了之后的时候，个人业力不相应都散掉了，你到哪里去找？一场空啊，自己在受罪呀！啊，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我爱我的家人，我要帮助他成就他，啊，让他离苦得乐，到极乐世界去。你一到极乐世界了，他无论到哪一道，你都能看到，啊，你都能跟他直接接触，他有困难，你真帮忙。那叫真爱他了啊！情里头没有执可以，有执就糟了。啊，所以真搞清楚、搞明白，你才能救你的家亲眷属。啊，所以极乐世界这得三谈，啊，极乐世界是佛48愿无界修行功德的成就。啊，我们拿我们这个世间的地狱，啊，这个状况一对比就清楚了，就不会怀疑了。啊，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更多的常识。啊，能帮助我们解决先前问题。啊，从中而出，故曰常法。啊，常法何雅音呢？啊，这是菩萨们赞叹的，从中心真心里面流出啊。其音何雅，温和。啊，雅音呢，会所曰：无音相和，奉声不息，故曰何雅。啊，无音，现在的音乐是7个音，中国古时候是无音。啊，宫商角徵羽。啊，加上少宫、少商啊，也是7个音。啊，现在的音乐是音符用7个音。啊，无音相和就是今天讲的交响乐。啊，
越深不邪。叫和雅。啊，这个乐音为什么不邪呢？心正，音就正，心邪，音就邪。啊，心是主宰啊，这心是念头。啊，歌就是歌咏，叹是赞叹，啊，以和雅的歌咏，赞叹阿弥陀佛，赞叹极乐世界，最甚尊呢是指阿弥陀佛，因是佛中之王，故称最甚。啊，这一句我们要特别细心去体会。啊，阿弥陀佛的殊胜，殊胜在哪里？从理上讲，佛佛道同，完全平等，没有高下。为什么要把阿弥陀佛托出这样一个地位来？这个不是从果上说，是要从因上说。啊，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凡夫啊！啊，出家修行叫法藏比丘。啊，所以这个殊胜要从因地看起，法藏比丘为怜悯一切苦难众生。法48愿啊，其他的这些比丘们没发这个愿呢，或者有发愿的没有去修行愿，不能成就啊，必须得修行啊，愿愿成真呢、啊，愿愿不落空啊！啊，用的时间是正常啊，无大劫啊，一个大劫多长的时间？佛经上讲的，一个大劫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这叫一个大劫，这天文数字啊，五个大劫。这世界沉住坏空五次，这么长的时间修这48愿啊，48愿圆满了，愿愿兑现，自然成就，所以它不需要设计，不需要施工啊，去建造不需要。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像章太炎讲的炮烙地狱，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这个业力见不到，有这个业力的时候你就见到了。极乐世界也如是啊，你有缘你就见到极乐世界，你没有缘你就见不到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啊？变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不是极乐世界？反过来跟你说，变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不是地狱啊？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无是真的啊。啊，但是极乐世界会永续下去，它不会变改变更，
什么原因呢？它是一切众生修行的一个场所。这一批成佛了，后头一批又来了。天天有毕业的，天天有新生进来，他永远不间断。所以这个世界就出现了一个奇象，永远不衰。学校办得好啊，很多学生都想着上学啊。年年有毕业的，年年有新生。极乐世界不是年年，时时刻刻有成佛的，时时刻刻有进来的，有来往生的，永续不断了。阿弥陀佛证得究竟圆满。所以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最深尊就是指阿弥陀佛。我们这一生有缘呢，遇到阿弥陀佛了。遇到这个名号遇到了，遇到这个经书就更亲切了。这下面第一段，通赞佛德。就达神通慧，犹如神法门。就达神通慧，就是究竟，达是通达。神通的智慧，神通者，神通与智慧两种，都是究竟圆满。六波罗蜜经也，弥勒白佛曰：“何名为神通智慧？”这弥勒菩萨问的。佛言：“神通者，能以通力见极微色，是名神通。以净法眼智色性空，亦不取着，是名智慧。”这个答得好啊，这佛解释得好啊。现在我们知道啊，科学家用仪器用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再用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发现了什么呢？发现极微色。那么这些大菩萨们呢，他们不需要用仪器，不需要用科学的这些累积的这些依据，他不需要，他用定力，用定功，定功达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见到极微。这个极微也许就是讲的普朗克所看到的这个量子，量子有多大？他说出来了，100亿个量子，这个数量是100亿，100亿个量子聚集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原子核里的一个电子，100亿个量子，
啊，这科学里头也叫中微子。啊，那么这么小的东西，它有能力透过大概我们这个地球还挡不住它。我这个里头记得有个数据，这一个电子1/100,000,000，它能够透过10亿公里厚的钢板，10亿公里大概比地球还厚，地球没有10亿。啊，我们坐飞机从中国这个上海飞到美国的洛杉矶，10,000公里，才10,000公里啊！10亿公里要绕地球多少圈？啊，这是一块钢板这么厚，它能通过，说明它没有障碍。啊，它非常微小，啊，钢板里面还是组合的，有空隙，它从空隙里头穿过。啊，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啊，今天被科学家发现，在古时候只有佛经上说到。啊，佛经是什么？是这些修行人的定力，甚深的定力的清净心现前，看到了啊，这叫神通啊！啊，通是通达了，没障碍啊。叫以净发眼，清净的发眼，你看到了，智色性空啊，就是看到这一个微细念头里头有色受想行识啊，它生灭太快了，你看1秒钟有1600兆的生灭，速度这么快，所以菩萨看到知道他的实相，对于这个现象呢亦不取着，他不取相，不执着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就是不取啊，看到这个现象随他去啊，不要去理他，为什么？他不碍事，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啊，他不碍事。你要是着相呢，那就是妨碍了。为什么？你动心了。无论什么境界现前的，最好是不动心。啊，你自己先稳住。特别是灾难现前，灾难现前如果不动心，自己稳得住的话，灾难对你一丝毫妨碍都没有。啊，所以灾难当中死掉的是被吓死的，自己吓唬自己吓死的，不是灾难害你的。我讲的话真话，沉不住气，吓死了。特别现在害病的时候，生癌症的，癌症的99%是被吓死的。你要把它当作伤风感冒看的时候，理都不理它，没事，几天就好了。啊，这叫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你什么都不想的话，这是最高的，
什么念头都没有，全部放下，你再能念阿弥陀佛了，更不得了了，无比殊胜啊！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把阿弥陀佛48遍无界修行的功德变成自己的？这个人聪明呐！啊，阿弥陀佛很大方啊，绝不会说：“哎呀，我修的怎你怎么拿去啊？”哎呀，你也拿去了，阿弥陀佛可欢迎，可喜欢了。哎呀，你真有这真有智慧！你看我修的这么，你真的一下就拿去了。啊，他真肯布施，真肯给你。啊，就怕你不要。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